去 Airbnb 的 office 拿了钥匙，然后现在要走大概3分钟去那个住的地方。Let's go。看上去是很高级的公寓。哇！这好像是厕所，还蛮大的耶。天哪，这是跟我用了一个牌子的洗手液。这不能啊。虽然现在已经是几点了。干嘛了？9点多。9点多了。双人工。店才是推荐那个。天哪！哦、mango sticky rice。Yay! So happy！ 我们要吃啊。你吃这个好了，我想吃汤。我好饿。它里面只有它里面只有一个 shrimp。你尝尝这个 crispy 的好不好？没有这个面好吃，那全吃完了。好，怎么样这个面？我还没吃面呢，我先要讲你倒点汤。哦，好好。哇，这个面真超级好吃，有可能是我太饿，但我觉得真好吃啊。嗯，反正它是它的 recommendation。是吗？来尝尝。还可以啊。还可以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哇，这个米就是有点咸咸的，然后蘸上这个甜甜的椰奶，真的超好吃。是 sticky rice 吗？嗯，是 sticky 的。为什么是绿色的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好吃。什么茶？是 Airbnb 自己有的吗？对，绿茶。有点太烫了。Hello， 现在已经下午4点了，然后我们刚刚出门，准备先去吃一个抹茶的甜品，然后在6点再去吃日料。现在几点了 ？First meal， 好恐怖啊！现在12点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为什么跟我找？没有啊，这是我的仆人。你跟他们说什么？嗨，这是一个吃抹茶的店。啊，要不要买这个？哦，可以啊。有筷子的。这个 stand 是一个小茶壶，加水。我就点了一个，他们说这很 popular， 然后这就是个大壶，把它切开。我觉得里面会是红豆哎。哇，这个筷子功夫了得，用手掰了。用手掰了。是豆沙，你猜对了。嗯。哇哦！天哪！哇！我的天哪！不是你今天有嘴巴这么痛吗？哇！你捏出一个那个蝙蝠。
It's good. 真的吗？这是 Edamame Three Ways， 然后这是一个 Salmon 的那个炸鸡。你好吃啊。肯定不会流过去，引流。啊，我们还有两个喝的哦。我觉得炸鸡很好吃。点的 rose milk tea and matcha latte， 应该是 matcha latte 怎么下面放了 bubble？抹茶提拉米苏，它好美啊！这是抹茶提拉米苏，然后里面还有点酒精。哦，打分，8/10，那还挺高的。妈。没有 table， 所以我们在坐在这个 bar 上。Savage。化斋化来的别人家的身材，这是 foie gras with truffle， 然后这是uni Hokkaido， 这是 banana uni。 哦，9.1/10 Wow. Melt in your mouth. 不过有点冷了，是不是？Yuppie is dead.不要给我们看这屏幕啊！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。你看，这就是包子，倒挺好吃的。去机场了，然后只有5点钟，超级困。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恐怖电影，1分钟也没睡着。耶！送走宝宝呢，现在我刚收了东西，然后看了看电脑，已经是7-8点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去吃一个 tartare。Yuki 走之前想让我去尝尝，替他尝一尝那个什么味道。他吩咐我买一个甜的，一个咸的。然后我们现在买回来吃吃看啊。
是他借的，这里是七点半，你去看吧。好了啊，然后现在已经8:20了，现在街上车都没有。然后昨天晚上订的那外卖就在这里的素描。我点了一个salmon 的 sandwich， 然后和一个 pecan tart， 再加一杯摩卡。然后我最喜欢吃的坚果，这个 pecan 应该是之一吧。然后这个 sandwich 的鱼味特别重，打开之后满屋子都是个鱼味， y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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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。然后看一会儿 Netflix。好啦，现在9:00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这怎么关？啊，关了。拜拜，这个待两天的房租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vlog 啦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那就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 below.